哇，查无声出现了。红箭神社。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今天来镜瓜石赏盲。今天的赏盲路线是要从镜瓜石游客中心出发，然后走石尾路步道，前往镜瓜石地质公园，然后再走本山步道，从黄金神社下山，再回到镜瓜石游客中心。好，那现在就出发了。旁边这条步道就是石尾路步道。石尾路旁边是四联洞。日式宿舍。好，现在出发了。两边都是昔日矿区的宿舍，现在都已经荒废了。前面这边有左岔路往黄金博物馆。石尾路继续取直行。姑婆玉。成了荒废宿舍的新主人。继续往上行。这边有右岔路。能取直行往镜瓜石地质公园800公尺。芒花出现了。山径渐渐平缓了。这条路线是我很喜欢的镜瓜石登山路线。串联了三条步道，石尾路步道、镜瓜石地质公园步道，还有本山步道，上面就是昔日矿山的舍石场。黑肉坪，昔日矿山的舍石场。大肚美人山，哇，漂亮。这我老婆。继续往上走。坑道竖井已经封闭。这个不能随便乱闯，这边下去就深不见底了。前面在除草。金铜矿石，这个有磁性哎。被电到啊！有磁性，夸张哎！你老婆厉害，你很夸张啊！前面那边还有一颗，这是金矿石。哇，芒花在风中摇曳。前面接金瓜石地质步道了。取左行。这边下去通往地质公园步道路口，往本山地质公园600公尺。现在进入镜瓜石地质公园步道了。基隆山。哇，芒花盛开了。右岔路往草山战备道路，能取直行。哇，地质公园到了，这也是一颗大的矿石。哇，查无山出现了。本山地质公园到了。这里是本山地质公园，就是著名的大金瓜鹿头，早期是一座山，称为金瓜山，也就是金瓜石地名的由来，
后来因为采用机械开采，把山头被铲平，所以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景象。哇，现在进入赏芒的精华路段了、啊。前面接本山步道，取左行，往黄金神社、黄金博物馆，1.4公里。哇，壮观呐、啊！望见黄金神社了。啊，黄金神社。黄金神社到了，这边取左行上去。黄金神社，金瓜石矿山事务所，昭和12年7月吉日。黄金博物馆到了，本山五坑。我现在回到金瓜石游客服务中心了，那今天金瓜石赏芒之旅就在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